参加2020年民国一个民俗艺术的表演团体伫闭幕典礼了，换上着轻松服装来到着四二八晚会现场，遐用主办单位精心准备的台湾美食之外，同时嘛欣赏着具有台湾特色的乐团演奏。会长苏馆长嘛颁发着活动的举办的纪念八仙彩，和这边的活动的顾问团、甲友谊学校、友谊团队、甲友谊家庭。这场惜别晚会是这群外国朋友在台湾最后一个晚宴，加上无其他演出行程，所以讲大家心情显得真轻松。过程当中，外国朋友对着晚会演奏国乐团的二胡真有兴趣，嘛就来扭了一首《两只老虎》，受了真大好评。伊嘛意外收到乐团所赠送的二胡作为的纪念。这个晚会主办单位文化处特别请来着 DJ 插给着现场气氛，有音乐在当跳舞的外国朋友，大家是参加真欢喜。这个时阵，大家是个情全部人客出来了，大家是连续跳舞五十分钟，尽管规身躯单高高，但是嘛唔敢休困。这边晚会现场大荧幕不时播送着外国朋友在台湾的相关纪录影片，每每看到家己出现在画面顶端，大家是人真欢喜。这场这边晚会主办单位精心安排，和外国团体嗨翻天，伊嘛互因度过伫台湾最后一个暗暝。南天新闻综合报道。